这不是在吃红烧鱼，我这边别弄得的哟，就别过池子头拿两条。什么什么子的啊？没啥子，没啥子的，没啥子长的。它包起来了嘞。这是石头噶。 你要不然，你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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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真劲。腌制腌制，这个盐巴拌起，拌起拌起，泡椒泡椒是少不到的，随便你怎么弄，没得自己弄得起的，你要舍一缸子。热红豆粉来，腌制一下，把锅放起来，先过下油锅再起。哎呀，重的，是做个这个呢？这儿就跟成人一样，吃点吃点鱼。哎呀，我不吃。这儿洗澡吃。一天到头都是烧。就少吃点，要多吃几顿，这个身体才好。好，起锅。我再配块珍珠，最后你们两个吃好了不？还安呀，弄得弄漂亮的，来不？你尝一下不？你尝一下，应该味道可以。慢一下，哎，味道可以，这个很好吃哦，是不是？味道得行不？好。好吃吧？好吃，味道还可以哈，入味了的。这王厨师也来也辛苦了。本来我事先修了没事的爷爷，好吃，你来尝一下。你吃，你两个吃就得弄那儿条鱼。你接老嘴。好，你包包的。起泡了。你要起泡哈？冬天的你没吃吗？你再翻一下再拿着吃嘛。要的。我那那种起泡了嘛，我去马上就吃水哦。就是，八九十岁了还是要吃包子，一包喽。
你不要哄我哈。哄你干嘛？我都一辈子算老实人。嗯。你钱我吃饱了。好。嗯。那谁喊你去？你去嘛。我吃饱了的嘛。你两个吃不到。我吃饭也吃饱了，你还没去了嘛？我去了呢。两条鱼，我起了一条菜，那你给你端起出来的。你妈的，你家得到你年轻人。我吃饱了的，赶紧起喽。我跟起来饱。你吃好饱吗？你看我这肚皮硬是吃得困咚咚口。你年轻人吃的。你再吃点儿就小去龙园了，老婆你看。他是小不小？小不小了。不小。还吃了吗？赶紧吃。这个鱼切好啊，这是自己哎那个鱼塘弄出来的，人家那种鱼塘弄的安逸。你去嘛，老师，你吃好饱身体嘛，好干活路噻。我吃饱了的。好干活。吃饱都一直问你。欢迎来王姐。我吃不完。吃一天天，今天就让吃喽。嗯。再来吃点。你看嘛。你看好多哦，婆喊你吃。天天都熬的。老子婆讲你的嘿。啊，看来东西不多，舍不得吃。有这个。你慢慢做去。